我和方东结拜。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今年我需要提升自己。哎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开始。你敢不敢用三个月时间彻底的改变自己？做人最起码有点追求吧？啊！给我咬牙坚持住！嘿，你说什么？长得丑，没有自信，长相算个屁呀！你有我丑吗？要做一个猛男，要不？我知道了，我要去健身房练肌肉，我要做猛男，我要练肌肉。要做一个猛男，麻烦你给我办一张健身卡，我要做猛男。这个角度不错，都不用修图了。这 TM 是照相馆吗？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那里有个肌肉男，我先偷偷看他是怎么练的。这是我的卧推凳，老弟。明明是我先来的，兄弟。我的杯子在这里。好吧。嘿，兄弟。咋了，大哥？来帮我扶一下，冲个重量。这位大哥至于这么叫唤吗？谢了，兄弟。这个才多重啊？虽然我肌肉没他们大，但我感觉我也能做到。